人说，我没有钱来养生，那么我现在告诉你，你有事去，有事要养生。因为呢，穷人如果失去健康，不是雪上加霜，因为你拼不起，这个家里靠你的，你健康没有了，这个家呢，不是没有了。所以说，富人要比穷人更要重视自己的健康，不注重健康，那他就一身白忙，老婆是别人的，房子是别人的，财产是别人的，最后呢，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的，那你是不是一身白忙？所以穷人和富人，对吧，都要从事自己的养生，只有自己的身体才是你唯一的财富，失去身体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是零。